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！今天是马来西亚护士系在万人夫妻法会。 但是你跟黄居士啊，要我跟大家讲几句话，我很欢喜啊。首先呢，孔夫子说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。”啊，再先讲个正 这就是这礼请师傅上人开示，“开示”两个字不敢当啊！啊，谁能讲开示呢？只有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。为什么？开示底下是误入啊！ 那我在这讲开始有没有误入的呢？啊，所以以后啊不要用这个说讲话就好了。啊，这个离情似乎伤人，讲话就就行了。啊，不可以用这个名词。啊，这是常识。 七天的发挥，啊，从七月二十九到八月五号，我听说有许多同学来自海外，聚集这一堂，参加这一次的盛会。 这个音乐非常稀有、难得啊！那么，既然是夫妻，我们希望这七天的念佛能真正收到效果啊！在过人一定要期望到功夫成片。 啊，这是最低限度的目标。啊，说一心不乱太高了。啊，我们确实做不到。功夫成片能做到。什么叫功夫成片？这七天当中啊，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，修净土。 求往生，先决的条件必定是真正相信由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教我们念佛，啊，真心真愿意去，决定得生。啊，这个方法。 是出自、啊《无量寿经》来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对于念佛的道理、啊念佛的方法、念佛的效果，说得非常清楚、非常明了。借其念佛是真正功夫的考验。 啊，哪些人能参加呢？必须先把这些理论、方法、经验，哎，都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再来参加，这等于是考试。啊，是考场，我们才能考中啊，才能拿到满分呐、啊。如果对这个不知道一无所知，啊，也来跟着大家一起念，是好事。 啊，但是拿不到满分。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四十九年啊？佛在世的时候没有打过一次佛气，不但没有打过佛气，连一一天。 领导大众在一起念佛也没走过。啊！佛也生，只是讲经教学，正是师父临进门、啊、修行在个人。啊！印光大师文朝里头说得好啊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是行门，净土也是属于行门，啊。 一切行门都是以经论做依据，啊，净土中不例外。净土中所依据的无经一论，啊，这个五部经，第一就是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第二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。 第三个是阿弥陀经啊，这最早的时候讲三经一轮，后来祖师大德们加了两样进去啊，清朝为默生居士加了一个普贤行愿品，很好啊，跟金宗的这个交易相应。 啊，你看，《无量寿经》第二篇《德尊普贤》，啊，所以加这个普贤玄篇加的好。印光老法师把《大师之菩萨愿同章》加进去，就变成无尽。啊，这个也加的好。《大师之愿同章》实在是是净土中的心经，啊，非常重要。 不但是净土中的心经，我把它看作这一大藏教的心经啊。般若，是般若部的这个念大势至圆通章啊，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教的心经，真正不可思议呀！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你说的多好！ 在方法上，都舍六根，经念相机讲绝了啊！所以，我们必须先要把经界、经教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功夫就得了。知道怎么样的，大家在一起，集聚在一起念佛，这力量就更大了。啊，确实可以达到我们的愿望啊！ 化解灾难，如理如法的修行，效果就卓著，效果就非常明显。啊，在今天，真正用功除念佛法门之外，真的其他一切方法都来不及了。啊，所以希望大家记住，我真正相信。 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我真正愿意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要有坚定的这个决心。这个世界，所谓身心世界，统统放下。啊，你不放下，你就不能往生。啊，彻底放下了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 万修万人去啊,啊！念佛而不能往生的，都是没方向。啊,啊！不是佛不来接引，是你有障碍，障碍佛没法子接引你，责任要自己负，不在佛那一边。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白啊！所以希望大家。 认真努力，啊，这一生当中自度度他，都在这一句佛号，啊，时时刻刻不忘记这句佛号。这句佛号里头有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福报。啊，我们求福求慧，修什么样的功德？ 都不如这一句佛号功德之大，这是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，啊，是印光大师在文钞上说的，啊，我们要非常认真记住这一回这一句话，时时刻刻念住，啊，那么真正是念佛人所在之处，这个地方灾难。 纵然不能化解，也会大幅度的减轻。啊，今天我们有缘。啊，我用这几句话了，祝福诸位，勉励诸位，我们共同努力。啊，将来都在西方极乐世界莲池海会里面聚集。 啊，那才叫是圆满的盛会啊！谢谢大家啊！谢谢大家。啊谢谢大家